肚子是胚，胚，对。那它这边在名词后面，它需要那个痛是叫阿普达，阿普达。那它是在名词跟后面的动词中间需要一个那个助词，用이가，对，배가아프다，배가아프다，肚子痛，他们就是，배是肚子，可是它也可以当水梨，我们那个水果好吃的水果，那水梨也叫배，对，那배这边就是。它这边需要一个助词，卡卡阿普达，这是肚子痛的意思，阿普达。那这边是原型，可是他会讲的时候可能会加一些尊敬的语助词，배가아픕니다，니다，아픕니다，对。比如说아픔加一个니다。这是一种格式体的一种表达，鱼尾，对，我肚子痛，比如说我头痛，这样子，比如说肚子痛是这样讲，那머头是머리，머리卡，머리，머리，那只那个卡是语助词，머리，머리就是头痛是就머리卡아픕니다。头放下，对，单独头是머리，那后面加一个语助词가아픕니다，这样的语法，对。머리，머리，对，那它是有分이或가，对。那洗手间呢？화장실，화장실，对。화장실，化妆室，我们的洗手就是化妆室的意思。对。把他们漂亮叫에부다，예쁘다，아프다，아프다，差很有的，很像。对，머리가아프다，然后一般他们可能会用아프다是就是。平辈的人才会讲，那比一般都是讲아픕니다，아픕니다。那赖小姐她是怎么说呢？她那个时候表达的时候是怎么讲？배가只是用动作来表达。这边好怎么样？对对对，他们都会用动作。对对对，肢体语言来表达，对，其实都会通，我觉得。他们其实哦，他们都会用外来语，比方说洗手间啊，他们的 lady room 或是对 toilet 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，对。啊。他们的试吃怎么样？试吃，等一下，드시드세요，드리다是送嘛？那我们说就是请吃的话。드셔보세요，这样子。那是喝的。마셔보세요，喝是喝是마시다。喝是마시다。喝，等一下，化妆室，这是那个洗手间叫化妆室，记得他们都，我觉得他们常会问了，对，这个可能要记得。化妆，试喝，对，试吃。或者是喝，或者是穿，或者戴。那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用法。那我们先来那个试吃好了，就是 드세요 是用的意思。哎，老师，那他们好喝是不是叫마시다？마셔보세요，因为要用尊敬语嘛，就要讲这是试吃的意思，就是德西达，原型是德西达过来的，对，德西有试吃，那这边那个喝的话，마시다，喝，마시다，对，
摸，对，妈妈西达，对，妈西达，然后这边像，这边变成马修摩西哟，请，西哟是都是请的意思，马修摩达就是吃，就是喝喝看的意思，那就修摩西哟，试喝，对，试喝的意思。修보세요，보세요，对，마셔보세요，마셔보세요，对，试喝，对，试喝，那试吃的드셔，마셔보세요，드셔，这边可以讲，드셔보세요，드세요也可以，드셔보세요，刚刚我写的드세요。是这两个缩写变成드세요，应该是드셔보세요，对对，드셔보세요缩写变成드세요，드세요，对，试吃，对，드세요，对，드시다是不是用，我们讲说用就是用餐的用，那个用字的意思。那后面比如说穿好了，穿衣服，입어보세요，它的原型是입다，然后这边是입어보세요，试穿，对，입어보세요，看得到吗？都看得到吗？입어보세요，试穿，试戴，比如说我们戴那个手环啊什么，차다。它也有很多意思，차다是冷 ，cold 也叫차다。那我们有时候戴的意思就是戴手表，就叫차다，对，차다，对。这边那个后面呢、啊，这个省略了，后面차那个直接讲차보세요，对，试戴。可以这样讲，차보세요，试吃，드셔보세요，或者드세요。마셔보세요，对，那我们是对客户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比较最高的尊敬语叫보세요，不能，对，마셔요是有一点是命令他。强迫他喝的，所以我不要讲，就是마셔보세요，셔보세요。那试吃的드세요都还 OK， 드세요是有尊敬的，可是마셔是不好，那是有点命令，强迫对方喝的意思，对，对，마셔보세요，对，보세요。那입어보세요，입어보세요，试穿，然后차보세요，차보세요，试戴，对。我们这边就往前翻 Kirichaki， 就是大家的讲义的第十页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些有关问路的一些词汇，还有常用的语法。那这边可以都记下来了吗？可以划掉了吗？我在就是可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位置的部分，比如说洗手间在哪里？比如说要在左手边边走，右手边叫 orange， 或是前啊，뒤那个后面叫뒤，对，아래위就是上下。这边我现在来跟各位介绍这一部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第十页的화장실，就洗手间词汇，这边看一下。首先那个问路啊，路怎么说呢？叫 길， 韩文是叫 길，길，길， 길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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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길，
鹿叫 kill。对，鹿叫 kill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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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卡卡可叫卡那，对，卡卡可叫可叫可叫去 kill， 最后一个对 ，kill， kill， 卡卡可叫可叫可叫去 kill， kill， 加一个零儿音，我们的那个日。就是离儿可以，您加一个，比如说日的那个音就好了 ，kill， kill， 对 ，kill， 然后找，找就查达，查达，找路嘛，查达查，我们的那个吃的音，我们的注音是吃，吃吃，然后吃，对，查达，然后怎么走，比如说。怎么走？如何走的话，我们讲韩文是讲 어떻게， 어떻게， 어떻게。它这边어的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有连音的变化，所以它的音呢、啊，就是不是어떻게，不是这样发音，而是念成어떻게，要发成这个音어떻게，有变化，어떻게不是念어떻게，念成어떻게，어떻게，对。怎么走？怎么如何走的话，他们就是어떻게。比如说洗手间叫화장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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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화장실。那比如说接下来的话。里面叫安，